还是要卷舌呢？啊，不是不是，我跟你讲，我跟你讲，干，给我钱，我真的就成功了呀！给我，好了好了好，等一下讲话我讲，干，给我们个信号，等一下讲话我讲了，等一下人要跟鬼沟通，我来沟通了。Give us a sign, please。为什么？不是啊，我就只有一个麦克风啊！你妈的，给我信号，听到没？信号Sin Cosine Tangent Cotangent Second 不行欸，说话说话，给我们个标志，说话哦，给我们个 Sin 说话说话，他就没有啊，就没有啊，秀卡。那我好了，等一下我讲了，你们可以不要讲，我讲了，我讲。哦耶！哦耶！滑鼠有点挠推，就滑鼠要好暗啊、喔欸！外送啊！等一下，应该可以开灯吧？应该墙壁上有没有电灯开关啊？没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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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按按，对的，按按。滑鼠左键按下去，应该滑鼠，哎、啊、哎、欸欸、哦，有亮，有亮。哎哎哎！领导汤森。琳达，汤森，哎，秀康，你不要一个人走了，你不要一个人，没有啦，我，你不要去厕所，琳达汤森，哎，丁我上厕所，不要偷看，我上厕所，走开，走开，一起一起，一起，琳达汤森，有声有声，秀康秀康的秀康的，琳达汤森，琳达汤森，哎呀，好可怕，好可怕。好可怕！好可怕！你不要再叫了，你好可怕！琳达，好了，你先走吧。感觉好像和……哎，我有点忘记了，是不是？就是如果是灯亮着的话，鬼是有时候会不想鸟我们的，好像要灯要暗。可是待太久，他会跑过来啊。对啊。哎，看不到人了，等一下，等一下啊！琳达汤森，这里还有个房间。你又没拿那个一直喊是有用的，好，你要对讲机喊才有用啊。对啦，原来如此，原来如此。叮叮叮，来喽！有手电筒，我走最前面了。好了，好，我走最前面，我走最前面。OK， 手第二个。哎呦，哎，是走路的声音真的很恶心。这边地下室应该有电灯吧？哎，我开灯一下。你找一下，你找一下。哎呦，这什么东西啊？他可能放在冰箱里面吧？会开吗？有尸体呀、啊？对啊，搞不好他被分尸了。靠，真的是，应该是没有吧？有观众说，如果太多人的话，鬼就不会回应我了。靠北，那我们先上去好。好，你们先上去，你们先上去。我拼了，我拼了，没自己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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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。刚刚刚刚刚刚，哎呀，一个人，琳达汤森。我现在只能看秀康的脸，我要盯着秀康的脸看。盯着我的脸呢？我敢看其他地方？吓死我了！好，大家冷静，大家冷静，大家冷静，冷静。他刚刚有动，好，大家撤退，撤退，先冷静一下，先回车上。好好好，不要失重的声音。我先跑了，我先跑了。跑步跑步，舒服的啊！啊，舒服的。跑步。啊！哈哈哈哈哈哈！抱歉，把你关在里面了。这边应该也有一个那个啊，这边应该也有一个电灯才对啊。有二楼哎。哎。哦。哎，冷静冷静。哎、欸，为什么把门关起来？
打开啊！叫逃跑真的比较方便啊！多西汤森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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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多西汤森！啊啊！站站，五度五度是他在附近，你们，你们。等一下，你们出去，你们先出去，然后出去前先把灯关掉，我跟鬼沟通一下。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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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不怕，都是汤森。哎，你们出去，我们先出去。好，等一下，等一下哦。所以是我喊完要关掉。Dorothy Thompson, are you here? Are you there? 没有，他没回应哎，没回应。哎，他是不是走掉了？他是不是走掉了？你要不要进来一下？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走掉了，但我们是走掉了。烤鸭，我的总兵要干！没有，他没有强度哎、欸。对啊，没有强度呢。你们要不要进来一下？我很远呢、欸，你要不要回来找我？我们进去一下。烤鸭，妈了，这些小鸡巴！我们进去，我们去找秀康。屋子里，而且还把门关起来了。啊！原来是你啊！好，那我声音好恐怖。好，我们先进去，然后我们先设置好那个摄影机、嗯，对着。你是说在窗户旁边是温度最低的地方吗？餐桌，你到底有没有在听我说话？餐桌，餐桌就在窗户旁边，餐桌就在窗户旁边嘛。嗯，对啊。6.3，5.8，4.8，这里这个地方，这个地方3.8，6.1，6.7，6.6，6.9，5.1，4.7，4.5。没侦测到，没侦测到。冷 ，It's cold， 就关就关。嗯，走了。要关的，秀康，你那个餐桌的灯是不是都没有关啊？没有，我刚才有关。还是我们一开始开房间那边，其实还有房间漏掉了、啊。哎、欸，有可能。欸、到在哪里？我现在看不到楼梯。在你前面，在你前面。我先看到了。那你为什么不要先下去啊？啊啊！他来了啦！他手电筒在闪呢。哎，手电筒在闪呢。Oh no！ 他闪！不要生气，不要生气！哎，吓死我了！不要！心跳！我心跳，心跳！我要看着地板，我要看着地板。哎，死掉了！谁死掉了？哎呦，死掉了！我妈没有尸体了 ，Medic！ 啊，电梯梯！不 ，Medic！ 没办法，米鲁死了，哦不，我要撤离了。我们要怎么离开啊？等一下，我就说我一直看不到路了，好可怕，那个叶子怎么走？叶子找路，找不到路。楼梯是在哪里？跟着叶子走。我不要把我一个人丢在这里啦！没有啦，你看见鬼了，你无敌了啦！你那边是亮的吧？可是如果我看到他怎么办？不会，你跟着我们走，不会。迷路，迷路在哪？快到了！前面右转。下去。等一下，我如果等一下看到他怎么办？哎、欸，羽毛，不是，等一下，我们不能让麋鹿白白牺牲，我们去那个，我们来这边。接下来往哪里走？这里，跟我来这里。不要，我不要。我们可以先回车上。不行。我们要带麋鹿先回车上啊。没反应是不是？哎、欸。没反应，我都没反应，还是因为他闪了吗？我要死了！好的，谁要死了？原来是枪声！哦，来了！我干嘛？别打！啊啊！Oh no！ 我的手！啊！他
腿这么漂亮，好可怕，好可怕！他们中间这么漂亮，我死掉了！给老大一个。哎，是什么？这是什么门？这是开门的。算了，好，冲了，冲了，好可怕，冲了。书上本来就是开的吧？哎、欸，为什么盖起来？哎、欸，有啊，有开。欸、快开，快开，快开灯！我看到样子，看到样子，看到样子，看到样子。哪里？在哪里？在哪里？我看到呀！快跑！啊！大哥，我刚刚看到样子，门框那边。在哪里？在哪里？记得订阅你的频道，更多影片在这边，还有想看更多的话在这边。噔噔噔噔噔，记得开启小铃铛。才不会错过咪的